近日，跑男已陆续抵达云南西双版纳，录制第七和第八期节目。鹿晗率先赶到，随后邓超、王祖蓝、李晨、郑恺、陈赫及跑男嘉宾任和张杰都陆续到达。从网友爆出的路透照可以看出，众人身着清凉，神色匆匆。我有想奔跑的冲动，有你在跌倒也从容，无所畏惧的去追梦，汗水书写这份光荣。电影中角色也会有不同，每一个小人物。还有网友爆出了跑男团众人一起吃夜宵的照片，照片中鹿晗身着黑色背心，和 Angelababy、 郑恺等人聚在一起撸串，看似十分放松。不知道这次在40度高温的西双版纳，跑男团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？